爱就大声说出来，欢迎来到辽宁卫视完美告白，我是朱磊，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同样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年代团的观察员们，也欢迎你们。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告白者。这么多年一直被我欺负，咱们的爱情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其实我感觉平平淡淡挺好的，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不管怎样我都感觉很幸福很幸福，真的，老公我爱你。老婆，我也爱你。
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好，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曾，今年48岁，来自广东。我叫赵李琦，来自广东湛江。这是我相中的女婿，我今天呢带着小赵来是向我女儿求婚的，并希望我女儿嫁给小赵。丈母娘带女婿来向自己女儿告白，这是第一次吧？我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我想嘛，给她赶紧找个合适的人，赶紧结婚。我呢也给她安排了无数场的相亲，基本上相遍了整个深圳，但是就没有一个合我心意的。直到遇到小赵，我觉得小赵这小伙子真的非常不错，我非常喜欢。那他直接向你女儿求婚不就可以了吗？我有私底下也跟敏敏告白过，但是他也不答应，也不反对。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给过你明确的答复。对对，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很慢热的人。然后我也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嘛。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每一次约他看电影，他都是拒绝的。我觉得这那你约他吃饭，他去吗？去。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电影不可以跟你一起看？这个哪好意思问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呢？你不是在追求他吗？我跟他接触也不是很深的那种，就很平常的吃饭聊天。那你问过你们家女儿喜欢他吗？他说喜欢呀。我说既然喜欢，那么好的小伙子，不赶紧吗？要是换了当年的我敢肯定主动去追求了。每次问到结婚这个问题呢，他就回避。以我一个资深的站在要结婚的年龄段，被逼婚了这么多年的战斗经验来说的话，现在的女孩子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一个对眼的，别说几天了，有的就一下第一天看上，第二天就去领证了。或者说不是所有人都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没准这个女孩特别矜持，我觉得你特别好，我们要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去发展呢。说实话呢，我觉得这女孩还是不够心动，这个男生对她呀基本上就是等着一备胎，实在找不着好的就他了，要是能找着好的呢，我再把他踹了。但是正因为现在小赵太优秀了，所以他的女儿为什么不接受呢？我就怀疑他女儿是不是就有一个男朋友。我女儿呢非常单纯，我什么都为她做主。她大学没谈恋爱呀？哎呦，你都不知道她谈了个什么朋友呀，穿得花里花哨的，说得不好听像个电线杆，风一吹就倒的那种，走条路的飘飘飘的，哪有安全感啊，我的天哪。所以我也阻止他们了。 Hello 大家好，占用大家几秒钟，我是瘦身营养师小曼，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通过健康的方法减肥成功。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2斤，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在不节食不运动的情况下2个月瘦了29斤。这个是佳佳，现在已经瘦了24斤。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1个月瘦了19斤。想减肥的朋友可以加小曼的微信 AC110987， 记住哦，微信 AC110987。 现在添加小曼为好友，还有机会获得小曼为您量身定制的减肥计划一套哦。哪有安全感啊，我的天哪。所以我也阻止他们了。对于女儿安敏的婚姻大事，曾阿姨不敢掉以轻心，从1000多个相亲对象中选中了工作稳定、为人老实的小赵。然而女儿安敏和小赵相处一年，却仅局限于偶尔吃饭聊天，对于结婚一事，安敏始终保持不接受也不拒绝的态度。今天曾阿姨带着准女婿小赵来到现场，希望能给女儿一个惊喜并定下婚约。那么安敏是真心喜欢小赵，想慢慢培养感情，还是如嘉宾所猜测，思想已经有了男友？她今天会来到现场接受小赵和母亲的告白吗？就是我们说家丑不可外扬，凡事是家里边先商量，先尊重一下女儿的意见，然后跟女儿商量好了再对外。她是跟小赵商量好了，告诉你啊，我女儿不嫁也得嫁，我认准了你就是你，这就感觉好像你是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你们俩。我不否认小赵一定是个好男生，但是你跟他联合起来到这个场上来，两个人向你女儿告白，你不是把你的女儿架在火上烤吗？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你女儿先会不会来，好吧？你们俩谁去开门？阿姨，我们还是一起去吧。好吧。哎，我问你啊，
小赵，你们将来结婚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带着个丈母娘啊？你不觉得爱情的圈子很窄吗？多一个人都是多吗？我觉得这阿姨她不会干涉我这些方面吧。你确定一定要你的妈妈站在你旁边是吧？你确定要是吧？好吧，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好。如果敏敏今天不来怎么办？他应该会来吧，我觉得他也应该也是喜欢我的。如果敏敏将来跟妈妈之间发生矛盾，你帮谁呀？比如说，就说很简单的问题，你们结婚要办酒店，妈妈要在那个酒店办，他要在这个酒店办，你支持谁呀？我觉得我会从中调和吧。怎么调和呢？那就看哪个好去哪个办。你是没得救了，这种男人在家里只能添乱。他今天是紧张，他紧张，所以你站在旁边是定海神针，对吧？如果今天敏敏来，他说他有男朋友，他这么长此以往之所以跟你出去相亲，是因为不愿意违了妈妈的愿，不愿让他伤心，你会怎么做？我应该会尊重他的选择吧。尊重他的选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他尊重你女儿的选择，那你呢？我必须这么严肃地对待你，我特别讨厌别人总是感觉哎，他们别人不会，我很了解对方，但事实上是这样吗？你会怎么做？你会尊重他的感受吗？那我会尊重他的选择。真的啊，说了算数啊。有的时候那个爱啊，真的是一种伤害。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5、4、3、2、1，请按键。嫁给我吧。怎么了？也这样，快起来吧。今天开心，来来来，小赵，来拉着手，拉着手，拉着敏敏的手。你看，女儿跟妈妈想到一块儿去了，今天她也开心，你看，激动的都哭了。她好像婚礼现场的主持，你看女儿今天这么高兴，都激动的哭了。自我介绍一下，女儿叫什么名字啊？大家好，我叫小敏，今年24岁，来自广东。你为什么哭啊？你是幸福的泪水吗？激动吗？怎么了？怎么了？有话慢慢说。怎么了？怎么了，明明？你别哭啊！你一哭，妈妈，你要哭，这个不着急啊，慢慢说。我今天还是鼓起勇气来到这里，我是想跟你表明我的态度。啊，妈妈说，我求你不要再这样了，不要再逼我相亲了。我有男朋友，我不能答应小赵的求婚。你没跟妈说过呀？你什么时候说有男朋友了呀？我一直怕你伤心，不敢告诉你。现在你已经把我逼到这个地步了，我再不出来说，我怕我再也没有机会。你对得起妈，对得起小赵吗？我不是故意的，妈。你别哭。来，妈妈跟那位站那边，去吧。来来来，过来，我们俩聊聊啊。说吧，怎么回事？你们俩站远点。
那你说怎么回事？我生气，也是气死我了！我不是故意的，你还不故意？妈，不要这样！你看你怎么收场现在？我只想自己征求你同意，我只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想跟其他人在一起。那你怎么跟我说嘛？妈妈多紧张你！就是因为你爸爸有段不幸的婚姻，你知道吗？我不想你扑我的后尘，你太单纯了，你知道没有？你被别人骗，你都不知道。阿姨，阿姨，阿姨，真的，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你老是逼着我去相信，我不喜欢那些人，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去相信呢？跟我说呀，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我跟你说有用吗？你说这个不喜欢，那我再给你安排下一个，总会有一个合适的。我不都是为你好吗？为我好又好，什么叫为我好啊？什么都是你喜欢而已，你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明明，如果你跟我说你有男朋友的话，我不会跟你交往的。我怕我告诉你，你会跟我妈说，我不想让我妈知道。你那么听她话，你肯定又帮着她。而且我知道我妈很喜欢你，所以我只能拿你当挡箭牌。对不起，小赵，我知道你太无理取闹了。你真是太无理取闹了。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肯定就是那个欧文教你的。不是啊，他没有这样子，你不要那样说他，都是我自己的意思。我真是不知道那么多，我真的想扇你两巴掌，你怎么能这样？别上去！你要我命怎么办呀、啊，小张？行了，营养不好，蹲蹲的站在那儿。那个主持人啊，这里也没我了，是。小张，不好意思，还有、啊、没有，阿姨，你服阿姨一下，去先把那个妆容整一下。阿姨一会儿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啊，没有，就怪我女儿没这个福气哎、啊，我的爸爸那个小伙子。阿姨，我扶你下去吧。来，说说你的事儿吧，怎么穿成这一身上来呀、啊？我今天穿着婚纱过来，是要答应求婚的，但是不是李吉的求婚，是我男朋友的求婚。我来这里也是为了能够跟我妈表明我的态度，因为我妈不喜欢我那个男朋友，因为她现在自己在创业嘛，她就想说再成熟一点的时候再过来跟我妈坦白。那为什么你跟你的妈妈说你喜欢小赵呢？有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觉得小赵这个人怎么样啊？我说那挺好的。那她可能就以为我是喜欢小赵的吧。跟她真的是很简单的，就出去一趟就回
其实你也不忍心伤小赵，也不忍心伤你妈，就是、很好人是吧？对。然后你跟你男朋友就两个人自己内伤，是这意思吧？但是今天的结局你也已经看见了，你一直长期忍下去的结果就是今天爆发呀。其实平时我有想过说跟我妈沟通，但是她真的是太强势了，我一跟她吵她就说哎呀你怎么能这样白养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懒得跟她吵下去了，我就觉得好烦她老是这样子，但是我又知道她是为了我好。那今天你到这儿来是准备摊牌的是吗？那你摊牌带你的男朋友来了，孩子的基础之上的母爱是很伟大，但是这不尊重孩子的那种母爱跟这种人间私刑差不多，特别让人愤怒。来吧，你想听听子女们是怎么说的，好吧，先听他们怎么说，你再决定到底是否同意。好歹今天也来了这儿，而且是你要求来的，不是别人要求来的，好不好？来，你站到这儿，你们俩站到这儿，阿姨站那。接下来是小敏和万玲的告白时间。妈，对不起，我跟万玲隐瞒了你那么久，我知道你辛苦的把我养大很不容易，我也不应该这样子气你隐瞒你不听你的话，但是我跟冠霖是真心相爱的，我希望你能够承认我们，他会对我很好的，你放心吧，而且我已经长大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判断能力，我希望你能够承认我们俩。我知道阿姨一直对我的看法都不好，觉得我这个人不成熟，事业不稳定，家世背景又不好，和你心目中完美的女婿相差得太远。但是阿姨，我可以努力，我可以为了小敏努力。阿姨，这个是我毕业以后一年努力挣的钱，
这张卡的密码也是明明的生日，虽然不多，但是如果阿姨同意我们的话，我可以和明明去买一套房子，先付了首付。如果阿姨觉得我这样还不够真心的话，我可以对着主持人，对着台下的观众，再给您写一份保证书。我保证一辈子对明明好，给明明一个幸福安稳的家。求求你阿姨。妈，关凌对我真的很好，你放心吧，你现在看他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以前的确是很爱玩，但是他为了我改变了很多，现在每天都起早贪黑的去工作。他对我真的很好，我在学校每次生病他都立刻请假来看我，陪我去看医生。我在家里跟你吵架，跟你闹情绪发脾气，我就把气撒在他身上，他从来都没有说我半句，每次我说什么他都说是我的错，让我去跟你道歉。你之前心脏不好，你那些救心丸也是他托朋友去买的。我知道你一个人不容易，你一直为了我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你自己都没有找另一半，每天都想着我的事情。我也是想要找一个疼我的人，然后跟你一起能够幸福的生活，能够好好的照顾你。我能跟他一起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妈，你就成全我们吧。没答应啊！你们现在都这样子了，我还能说什么？你有后悔了，你就别回来找妈，我告诉你。妈，我不会后悔的。对不起，你不要生气了。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妈不管你了，妈不管你了。谢阿姨。来。你这是同意了是吧？我不同意。还不同意、啊、我要好好看他们的表现，我不同意。不是，你怎么就觉得你女儿跟小赵在一起就一定会幸福呢？凭我的眼光。来，把小赵请上。小赵，对不起。对不起。小赵，你借不借一把花借我用？反正你也用不上。你要用一下吗？我要用。你要用啊？你要用先谢谢那哥们。你们俩还真诚地跟小赵赔礼道歉。不好意思。对不起小赵，对不起。没事，我真诚地祝福你们。谢谢你。你这花要送出去了。明明，我这么多年和你一直交往，我知道你的性格，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嫁给我？我愿意。永恒的爱情。
对不起。没事。希望小赵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懂自己的女生，也希望这位妈妈不要再强人所难了，好不好？来，请回吧。谢谢。虽然小赵最后选择了退让和成全。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林志强，今年25岁，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来干嘛？我今天来向我一个心爱的女孩告白。站在这里，我要告诉她，我不在乎我们之间差距，我就是爱她，我就是喜欢她，我希望她能够做我的女朋友。你们之间有什么差距？她个不高，能有1.35米的样子。就我们所说的袖珍人，对，是吧？对，说一下你们怎么认识的吧。我在他的网店买了一件衣服，然后这就加上微信了嘛。加上微信，然后他就每天发这些他的这些东西，还有自拍照之类的，也是确实挺漂亮的他的照片。然后也一天挺无聊的，跟他说，我说可不可以见一面，磨叽了他半天，最后他也是答应了。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确实愣住了。你想一下，一个25岁的一个女孩愣住了。对，可以理解，但是我也就是说没表现出来嘛，然后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跟他表白。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你有很多理由喜欢我，但是我是一个袖珍的女孩，这一点就可以就是说毁掉那一切了他就总说他的身高不够，总说配不上我，这样就是所谓的你们之间有差距是吗？对对对，我本来想只要我这么一个劲儿对他好，他就会答应我，他就会跟我同意跟我在一起。但是一个多月前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和我的朋友要去国外打工了。所以你一起就跑这儿来了是吧？对，我一直找他，我一直找找不到他。他朋友也跟我说你不要再找小琴了。对，然后说你放过他呗。你有没伤害他？怎么放过？是啊，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就是说让我不要再找他了。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喜欢小琴。对，但小晴是不是喜欢你呢？他要是不喜欢我的话，他可以直接拒绝我。但是他没有，他总是跟我说他配不上我，他不想连累我。你们觉得小晴今天会来吗？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有一个男人给你表白，不管行与不行，我先过来听一听，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女孩不会来。首先，他们身高上面是有差异的，这个女孩肯定是有这个自卑的心理，她可能之前会受过这个感情的这个创伤，因为这个身高方面的这个差距的话，对她心里造成了这个一个心理阴影。姚明高，难道姚明也找一个2.2米的吗？身高根本就不是差距，好吗？我知道身，他是先有喜欢的感觉，后面他才会往后想的。如果他没有的话，他不会讲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姑娘有可能都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她只是很单纯的客户关系。你们的思想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男孩喜欢这个女孩，人家也没说要到结婚谈婚论嫁的地步在一起而已。但是我现在说的也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你能够去克服这个女孩的自卑心理吗？关于感情，我觉得真的是没有界限的，但是婚姻可能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我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相爱是一时的，可是你们相处是一世的。其实他从头到尾内心就是很自卑，他没有办法接受说跟你在一起之后周围人的眼光怎么看待他。结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不要在乎别人看什么。你是否真的介意他的身高？真的不介意。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好，问你几个问题啊。如果小晴今天不来，接下来你怎么做？我会站在这舞台上告诉她，我是真心的喜欢你，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我希望她有一天会看到这个节目，我会让她知道我的真心。还会继续的。对。那如果小晴来了之后拒绝了你，她说我并不是介意我与你的身高差，而是我根本对你没有感觉，你不过是我一个普通的客户，你怎么做？如果他真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会祝福他。你会祝福他？真心的祝福他。好。
如果小晴答应了你，你老板不愿把你调到广东去怎么办？辞掉工作。辞工作？对。如果小晴说对你确实是有点喜欢，但是他当下的最大的任务是要出国，你会等他吗？我也很有可能跟他一起去。你跟他出国啊？对。你有点太冲动了吧？他出国去打工，你能干什么？我要保护他。如果小晴拒绝呢？不要你保护，我要独自的去国外闯荡，你要等我你就等。那我会等。你会等他？对。这小伙子还是有点不成熟，有点稚嫩啊。好，总而言之吧，勇气可嘉，看看小晴今天会不会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请按键。一年前在哈尔滨上班的志强通过网购结识了在广州做客服的袖珍女孩小琴，两人互加微信后，志强对小琴展开了猛烈的追求，然而小琴以两人身高差距太大屡次拒绝志强。一个月前小琴留言要出国工作，之后就消失在志强的生活中。那么今天一直在意自己身高的袖珍女孩小琴会来到现场接受志强的告白吗？稍后继续为您播放完美告白，为您播放的是完美告白。小晴今天会不会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请按键。你好。你好。哎，老师好。来，好。来，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小晴，今年25岁，来自广东广州。你知道今天来干嘛吗？我看了他很多留言。啊。信息。我知道如果我今天不来的话，他肯定还会继续找下去的。所以呢？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他，我配不上他。你哪儿配不上他？对呀，哪里配不上我呀、啊、你说这出国是不是在骗我？不是骗你的，我希望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对这个男生有动过心吗？不知道啊，不知道三个字已经很然明了。嗯，我来问问小晴，你自己内心想的是什么？我以前也有过这么一段感情。也有一个正常身高。
是林志强的告白时间。眼里，我不想连累你。你不要再说这些了好吗？这些问题已经纠结好久了。我真的不想给你的生活带来任何的麻烦。你总说我们之间差距，年龄、身高，这些跟爱情有关系吗？只要彼此在一起开心，只要彼此用心的去爱对方，这就够了，小琴。你宁愿把这个机会留给以后的人。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呢？我不想再重来一遍。我真的很伤心，以前，我现在真的很害怕。请你相信我，很害怕我们以后也会像以前一样。那难道你找一个像你这样身高的人，他以后就不会伤害你吗？只有我们正常身高的男人就会伤害你吗，小琴？你不要这么想好不好？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喜欢你。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女朋友。相信我，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女朋友。那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也许没有我，你会过得更好。没有你，我才会过得不好。我曾经是什么样，那你不知道吗？是你一手把我从里面拽出来的。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答应我，小青。我真的不想给你压力。你给我带来什么压力？你不要总纠结在这个问题上，好吗？我配不上。我知道你帮了我很多，我真的很谢谢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这样一个朋友，但是我们也只能做朋友了。小琴，你现在只需要担心一点，你到底喜不喜欢他？不知道，那没有拒绝就喜欢，在一起，勇敢一点。答应我，我真的很爱你。是答应了他今天的告白，正式做他的女朋友，还是
算是。不算是。我警醒那些一直在鼓着掌啊，希望他们勇敢地走在一起的那些人好好想想，如果你找的配偶是这样的身高，或者是你们的子女找这样的身高的配偶，你们会不会毫无顾虑地一直往前？我并不是说你们一定不敢，但你们一定会有所顾虑，这种顾虑是一定存在的。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固然需要勇敢，但这种勇敢一定是生活当中长久的守候。我相信我可以做到。行吧，牵着他的手吧，不要太快了，你给他时间好不好？来，就像刚才一样拥抱他一样，把无尽的关怀给他，总有一天你们终能够走在一块儿。谢谢，掌声祝福他们。谢谢。右边是姐姐，左边是妹妹，这都看得出啊。好，回头来换位子，继续换。好，闻一闻，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我就是想知道头发到底是谁的嘛，就那么难吗？稍后继续为您播放《完美告白》，为您播放的是《完美告白》。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搞清楚这根头发到底是谁的。是他还是他还是他还是他？到底是谁？我说哪个都不是。我们是来向我们的合约男朋友告白的。为什么双胞胎要找双胞胎？你要是不说我们就分手吧。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右边是姐姐，左边是妹妹，这都看得出啊。好，回头来换位子，继续换。好，闻一闻，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我就是想知道头到底是谁的嘛，就那么难吗？有个女生来到了现场，把门打开。对于正常身高的人而言，这只是一场恋爱，是吧？他哪天不高兴了，他分了，他还可以再找。而且对于小琴呢，他受不起第二次伤害，所以你更加要小心翼翼，是吧？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小琴的感受，所以我们也感受他的感受。完美告白，爱就要大声说出来。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